我是医科室的医生。现在的时间是1:22，原本是没有打算今天要拍摄，但是突然想起来，现在肚子超级饿，在台北宵夜这么多，那我来点一个宵夜吧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我之前都没有吃过胖老爹的炸翅啊，我觉得这次是很好的机会，我要点胖老爹的炸翅好了，来点看看。谢谢 Uber Eats， 胖老爹，两个炸鸡跟可乐好了。天哪，40到50分耶，好吧，愿意等他们。一个是的，一只。好，点完了，那我们顺便拍现在的体重，量看看，然后明天增加了多少，这样子好了。好，那我们量看看吧。64.8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早上量的时候是更少哎，6:30.5，今天增加了很多哎，1.3公斤，算了，那反正好，那我多运动，今天拍片，好，那等他们吧，到啦，耶！我真好久没吃宵夜，太大声了！耶，炸鸡鸡腿，吃吃。好像因为去健身房的关系，我一直都没有吃这种炸鸡。拍片，拍片，拍片，没办法。但是真的在台湾很幸福哎，因为在日本的话，可能这个时段不能吃炸鸡吧，叫不了。在日本说到炸鸡的话，应该是肯德基，但是肯德基好像这个时间没有开。我在生气这干嘛？这，拿个死！那个，是时间的问题吗？太好吃了吧！圆圆，这个肉质也太多了吧！非常的芝士，然后这个皮很脆哦，而且不是太厚的那种脆，刚刚好的，然后感觉有一点辣哎，うめえ，これはうまい。我其实啊，体重如果增加1公斤、2公斤，这是还好哎，但是我比较怕长痘痘，现在皮肤状态其实算好的，除非这个之前有疱疹，所以比较怕。长痘痘，明天一起看吧。マジでうめえ，这样子秒杀哎！不过哎，一个已经吃完了，然后喝可乐。炸鸡一定要喝可乐吗？哇，可乐哎！真的好久没喝，啊，塞空，就是幸福。第二个。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鸡块的，就是吃炸鸡的感觉，吃。麻麻鸡里面哦，应该我之前吃过的炸鸡里面最好吃。我可能真的最喜欢胖老爹，肉真的很就是密实系的感觉，肉的里面也有肉吃，我是开会，太好吃了吧。大家都觉得吃两个炸鸡还要一饼可乐，增加多少体重呢？刚刚64.8嘛，应该我猜65.2，增加0.4，我猜是这样。多运动就好吧。真的不够哎，好想再吃哎，吃完了，太可惜耶。那应该吃太多也不太好吧。非常的满足，非常幸福啊！太好吃了。等一下，到这个东西后过了多久啊？可能5分钟而已吧。好，那大家明天早上我起来之后再量看看吧。嗨，大家明天见，晚安哦，おやすみ。一个是的，一只。大家早安，昨天吃了宵夜，我现在肚子有一点怪怪，那我们下次
哎，量看看体重吧。昨天吃宵夜之前的体重是64.8，那量看看，右手。怎么回事？64.3，哇，什么意思？瘦了0.5公斤，什么意思啊？而且我刚刚看了我的皮肤状态，其实没什么变啊，我觉得吃少也还是这样。好，那直接总结一下，我觉得那个胖老爹啊，超级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炸鸡，外皮很酥脆，然后肉啊超级嫩，然后肉质超级多，那很好吃，我一定要再吃。而且价格，我不知道多少钱，忘记了，应该200多吗？可能深夜外送比较贵一点吗？反正我觉得很值得耶。好，那大家今天也我们一起加油吧。嗨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大家帮我按赞啊订阅哦，然后请多多分享，然后不要忘记追踪我的爱吃哦。嗨，大家谢谢，现在我爱吃也变跟以前比起来的话多一些，谢谢大家，请继续多多支持哦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下一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